苗栗体检署初步认定苗栗染中冻血衣体系冻血某好之素，根本以中冻金老律师还有前台夫副部处秘书傅琼的共款来说明，中冻金对体检署的做法表示遗憾，今年为检调单位变作是为体检人士，也是监督来服务的公司，全部司法单位归入的独立性。还有检方是很认定，起诉的过程是完全走法对走，无跳跳砸马认准。苗栗县中东县人中东健，托律师同前太夫父母处秘书副总监的陪同下，针对体检处提出的东西某号子诉讼面，表示太夫向联合健身总部主委，还有副总监来负责审理，同总部主委无实际的往来，无可能有所公开，向下回信的事实同联络。我很多次的办公会议都明令，请他们绝对不要去参与其他人的选举。因为我们这一场县长的选举，攸关我们苗栗县乡亲的幸福指数，我一定会很努力、很认真，我也不会因为这个事件的影响，有任何牵连。只是，苗栗地检署的作为哈，真的是让人有点失望。我们请的包含了这个后援会的总会长、后援会的这个妇女后援会的这些，包含这个三长，都是我自己去决定的，所以跟总部，针对中东建董事幕后指数，体检处讲要按下去苗栗严重太傅勇壮、太傅尊重同太傅勇明代表的选举，检方认定太傅勇向前的男人下去献金买票，那位向前的男人和检中东建太傅勇壮联合进行总部主委，虽然刑事部分没认定中东建涉案，不过民事部分还是在交法提出董事幕后指数。诚信被告在交付汇款给这个邱姓被告的过程当中，他有提到为中姓当选人来拉票的这个行为，这一切都有记载在我们的刑案起诉书当中，那这个部分将来将由法院依法认定。前台分析中齐天警告外同律师打合后续的处理，苗栗地检署已经提起公诉，那这几天很多支持定增的好朋友都很关心此事，也建议我要提自诉。那这个部分，我想我还是跟我的律师团研究之后再做定夺。中东建对台北的起诉有信心威扬，相信司法会反击这个骨头，对二十五代超级上进，为了坚持清廉自正的信念，全力为苗栗坚定打拼。客家新闻，杨金诺，苗栗报道。